汉语。哪个汉？浩瀚的瀚。三点水吗？对。宇呢？宇宙的。尔东城还是成龙的城？成龙的城啊。哦，那个是你亲戚啊。对。哦，陈汉宇，现在几岁？13岁。你是成龙的成哦？东城啊。他说的成龙是你。你是尔东城的？对。哦。哎，刚问到哪里？13岁嘛。对。念哪个学校？滨江国小台北。台北是滨江国小。你现在升6年级还是升1年级？要升国一，所以我要读新兴国中，不是那个新兴哦。嗯。那你住哪一村？宜兰县大同乡，然后茂安村。茂安村哈。嗯。13岁嘛。对。泰雅族哈。嗯。爸妈都是吗？对。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 ？B-box。好，开始。等一下哦。你走开啊！你先走开。好。嗯。Mic 4。好了。啊，再一点点，再来。啊，再一点点哦。继续。随即兴发挥就好了。随性哦。嗯。太客气了吧，再一点点。再一点点，放想一下，等一下哦。那个。好了，我来。好了。鼓掌！哇！好，你讲。再来一首。好，别讲。什么？再讲一次名字。李姓北惠。太阳名字叫什么？李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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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北惠。北惠。北惠。对。李姓。北惠，中文是地震台风。李姓。北惠。北惠啊。对，北惠是台风的意思。北惠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真正的成龙还没有出来哦。招个什么？他的名字叫李小龙。直接开始。好。再讲一次中文名字。陈汉宇。泰雅族的名字。李姓北惠。李姓北惠。嗯。几岁？13岁。现在住台北哈。对。爸妈老家在哪里？宜兰县大同乡茂安村。好，谢谢，打个招呼。哎呦，少讲脏话哈。听到没有？别讲了。好。不要照我们。好，再介绍名字一下。我叫陈汉宇。太阳名字。李姓北惠。几岁？13岁。哎，南城。准备要念哪个学校？要念台北市中山区新兴国中。新兴国中哈，新旧的新，那个兴隆的兴嘛。对。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我今天要表演 B-box。这样，再补充一个，爸妈老家在哪里？泰雅族。在宜兰县大同乡茂安村。好，那你是茂安最帅的人吗？不是。还是第二帅。好，继续。开始。你好。好。来。来了。你可以等一下。我做到。
好了，再介绍一下名字。我叫陈汉宇，李姓北会。要好好念书哈。好。还有，不要讲脏话哈。好。好，拜拜，招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不要找我好吗？我没有来上课，我在自己唱歌。你一直找我，不要再找我了，我会生气哦。别找我，听不懂吗？好了，找我了。我遇见他有一个小女孩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叫做孙龙。他每天都喜欢睡我们的家，每天都不睡他的家，因为他。他去那个白桃桥游泳的时候，把他那段切的不要理他了。他板子脱下来放在我们的浴室，他就找不到内裤，他就急急忙忙的，我的内裤在哪里？我的内裤在哪里？那是我最心爱的内裤。哎呀，他直接打我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很丢脸的，我的你找你的头，你打我头干嘛？他说干嘛？急通出来的时候嘛，说白痴哦！傻女的听，不是你这样讲话，我真的答应我所有。我要跟他一起唱。走开，我刚才唱另外一个。还是你们三唱歌吗？头靠近一点。表弟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当初好多话忘了说，以为不说也能感受，几点几月？几个洞，最终的守候，已非你我。现在的你只能听说，你和他正在筑梦。几年几月几个洞，我的身边也有人为我。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。走的已经走，留的不能留，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。哎，介绍名字呢？陈汉宇，太阳名字，李姓北会。住哪个村？宜兰县大同乡茂安村。太阳组号。对。那现在准备要念哪个国中？新兴国中。新兴国中，你现在是刚12岁是不是？我要升国一了。现在还是十二岁吗？没有，已经13。啊？已经快接近十。干嘛？还是12嘛哈。打车了。还没满13，几年次？87年次。几月？11月15日。